神采奕奕迎面走来，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余湘领军党内部分区立委提名人，浩浩荡荡前往选委会登记。不过明明这回名单郭家军色彩浓厚，怎么登记这天一个都不见人影？我们是大家一起合作，可以分进合集，所以我们今天没有特别请郭家军的人来陪我们。一个人的资历都很优秀，那他们彼此看了之后，他们都愿意往后让，而不是去争要前面的，所以这个也让我非常的感动。2020这一战，小党大爆发，争相抢占国会席次，登记参选动作大，吸引关注的还有新党。加油，新党加油！镜头前的熟悉面孔邱毅，原本在蓝营不分区榜上有名，遭排除后不放弃，反列新党不分区第一位，难道不怕瓜分泛蓝票源？我不愿让我的朋友为难，所以我自己自愿退出的。重点是我们要下架蔡英文嘛，抢得通过没有最后没有如愿的的中共代理人法，我觉得都是制造一种绿色恐怖的。就是绿党，就是绿党。另一个小党绿党角逐不分区登记参选，由常在镜头前曝光的精神科医师邓慧文领衔。我们也希望在现有的病主法能够延伸到让这个非常痛苦，然后只能预期死亡，这个不可逆转的重大疾病的病人，能够在一个符合人性合理的一个法规的协助下，有一个选择自主安乐死的可能。端政见抢进国会门票，一个又一个小党靠亮点抢曝光，争抢蓝绿政治光谱之外的选票。欢迎新闻宋俊毅、林台北报道。